放下咱限流，嘛是让咱今仔日淡水的好青年淡水天降馆的赛丁来跟咱的红瓜头请来做陈列。那淡水天降馆呢，也是在现场所有非常多朋友里面非常了解，是非常青年的一个团队，非常热血。淡水天降馆在淡水成立了将近有20年的一个历史了，来跟咱海生企业红瓜头请好来做陈列。好，现场我们所有海生企业来到我们红毯一起热血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的阵头呢，哦，来到我们新建工的阵头，然后我们在表演的团体呢，是我们淡水天降馆的醒狮团。淡水天降馆醒狮团呢，在我们的面前非常厉害。比如说我们彩圆盘在醒狮团里面呢是非常有历史、非常传统，同时非常厉害的一个表演。先看到我们现场，现在狮总上先来点掌声鼓励。同时呢，在我们上先，也就是我们的狮尾，是我们淡水天降馆的馆主黄伟恩带领的醒狮团，现场朋友们来给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海生企业的红毯呢，非常感谢现在所有的义正的团体来到我们红毯面前来做参礼，也是我们淡水小伙伴的暗法。非常厉害，再一次用华夏感谢咱淡水天降馆的醒狮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感谢再感谢。